幺四。还是主要是从这里走过去。走过去，对。这就是木秀多的喷泉，圣阿展，是它的大门，进口是大门，真它还蛮特别的，是全部是石头的。旁边就是，这后面还有一个塔。钟在外面，蛮漂亮。教堂左侧，这个是祭坛，对不对？管风琴在那个上面，就是在主祭坛进来边。祭坛前面的玻璃很漂亮，这个比较抽象一点，底下的比较抽象。主祭坛左侧的柱子上挂的一个像图，这个图很漂亮。左边也有一个小的管风琴。上面已经有神话，现在在修理。这是最漂亮的一个阿塔的门。这里有芒拱，他们的芒拱就完全是芒拱，也是。可以进去的，这边还是爬的，这个楼梯上去。这里展示了以前的。
下面的这个点火场里面，那个是拉过头，但是现在再拍下去就不一样感觉，跟后面那个建筑，有些楼林就在左边那边。这也算是教堂的后面了，应该是这大门。刚刚进去是侧面。教堂的正前面是这样。正面。